今日同大家介绍下呢个九毛清理器，佢除咗可以清理九毛，仲可以清理好多样嘢，一啲我哋人甩出嚟嘅死皮啊，又或者系头发啊，又或者系啲灰尘啊，佢都可以黐走晒嘅。另外，佢更换贴纸非常方便。同类型嘅产品，你喺日本城，又或者其他淘宝上面都可以找到，我就不介绍哪一个比较好了，你们自己看回价钱去购买。你看看现在干净了，现在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去更换那些贴纸，在边边的位置打斜角，轻轻用指甲刮它出来就可以搣走它。好了，我相信长头发的女士呢，成日会有甩头发情况，用这个九毛清理器呢就非常方便了。浴室亦都是甩头发的重灾区，用这个清理器又可以帮到手。今日的介绍到此为止，拜拜。